好，那这一趟呢，就是要准备到马来西亚去露营。超级夜总会呢，要到马来西亚露营，所以顺便就做一个 vlog。然后刚好在机场呢巧遇，哎呀，蜂王家族啊！好，那我们就马来西亚见啦。对，拜拜。那个难得很多大明星都在同一台飞机上的。这一次我们要去马来西亚表演，然后秋慧姐还有温塞碰过。啊，都是工作人员啊，全部都是整台飞机几乎快包了。啊，我们这趟希望我们到马来西亚的露营呢会非常的顺利，那也希望大家都非常的快乐开心。这次呢，马来西亚露营搭乘的是国航的商务舱。跟龙姐坐在一起，龙姐在旁边已经在睡觉了，都睡觉了，都睡觉了。旅程顺利，然后表演顺利。我们在飞机上巧遇杨秀慧啊，她一副很不爽的样子。你再回家去看我，姐就不无聊嘛，来。换西装了，好。没有，你是极光，你比极光漂亮。没有没有，你是极美的。是两光，两光。他是极品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那个，难得遇到大明星啊！我是梁子乔。这个比较有梗。先抵达冰川，哎，后面为什么那么忙？他们要去哪边？顺哥，我师兄他们要去哪边？然后小五哥，小五哥在拿行李。小五哥，等一下，小五哥。对、哎，我先录一下他，我先录一下他。这个超越在直播，他直播我们，我们直播他。来，孟贤。江哥，哎，没有，这是我的 vlog。vlog， 对对对。啊，第一次跟江哥一起出国深造了。是是是是是。我们晚上就睡同一间了哈。啊，真的吗？对啊。你受得了？我怕徐志豪会吃醋。没有开玩笑的啦。我可以跟志豪哥跟你一起玩。是啊，我们可以。哎，不要乱讲话。蹦哥，玛丽亚，哇，一个一个出来了。这一趟真的是声势壮大。好了，我们超越的专属造型师，哎，造型师，一个被脸转一下，拍一下我的 vlog 这样。哇，张永琪小姐。嗨。我们这一趟浩浩汤汤，得到这个马来西亚冰川。可丽姐为了外卖在那边搞得头很大。没办法漫游，搞定。塞，塞一下鼻孔太大了啦。玛丽呀，就在这么远，哎呦喂。那多远？玛丽小姐这样不行，这样子。我这趟会特别赶回台湾，是因为这个秀慧姐的关系，因为她比极光还漂亮。她叫做吉利。对，集完八点就可以换这个统一超商这个免费的咖啡，是尼可集八点，爸妈是来，这是浩浩汤汤哎，真的，大家好，好，江哥的朋友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江哥的朋友啊。没朋友，你也在那嘻嘻咖啡气呢。不像不像，来，玉君。哎呦，所以我们这车都是艺人，艺人只有车，不会吧？有，
卖定格器，我加啦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完全不能包威啊，我要搞华丽华丽。好了，大家辛苦了，我们就往这个冰城出发。听说一个半小时哦。一个半小时。今天冰城的张老师那段剪辑掉。啊，对哦，啊，拍摄，我们要往吉打出发了。拍摄，误会。后面是那个我们的超越，是，我们就拍超越，超越拍我们。好，出发。江哥，江哥，先要带我去哪里？啊，我先带你去吉打，然后。吉打要干嘛？吃榴莲。榴莲很好，榴莲哇，真的超好，真的超好吃，真的超好吃，真的好吃，我没骗你啊，真的相信我，相信，是，有，你要三组是吧 ？OK， 有三组可以吗？还有红毛丹有吗？三组吧。哎，三组好像是夏天的，是不是？还是冬天？而且不是夏天，是冬天。这一条是濒危大桥，濒危濒城的濒，然后威是威武的威。真的啦！13.13.5公里大桥，哇！这里是因为我们第一层呢是台一嘛，对，那我们是往上哦，啊，然后呢再上去是泰国的哦，对，那顺便到泰国去哦，是，那下面要起来，所以全长这个桥全长是13.5公里，然后你看右边的是二桥哈，右边的，这边现在有第二大。头先就好啦，现在温度大概34度，然后大家都出来上洗手间，到那个地方大概2个多小时，有肯德基哦，在哪里？啊，关门啊，没开啊，没有，他应该是没开。啊，有人肚子饿了，我吃饱了。好了，洗手间往这边，我们的游览车超级夜总会，一行贵宾。哎，他们那台是比我们早到啊，早上啊。哦，这台不是我们的。这是第一个休息站。我们的第一个休息站，听说祷告室不要走错了，我们要上洗手间，不是到祷告室。Let's go。好热呀。34度而已。肯德基。我长得很像一直要吃东西的人吗？冰城这个地方的天空也很漂亮。好，到马来西亚呢，首先就是一定要吃一下他们的零嘴。来，我们今天的金主，接下来贝贝莎，我要讲一下，把脚粉两块，不好意思。冒险，你买什么？买一个饼干。哦，饼干。当地的零食，小朋友。是。我来跟你的女朋友高官呢。嗯。哇，不得了！这个 view 太棒了吧！我们要以最响亮的掌声来欢迎我们来自台湾的朋友们。
天我们足够站在这边，能够有一个欢迎宴的仪式。这个叫做什么东西？中文，中文，印度杯饼。好，现在到了第一摊印度杯饼，我们就先吃一下印度杯饼。几个？辣椒香蕉。OK。那你呢？我想要吃那个马来蛋，有加香蕉的，叫什么？大葱，还有鸡蛋。鸡蛋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没有，晚上不能吃蛋，没关系。好，第一摊，我们就边走边走这样。好，沙爹这一摊也有人订购，等一下再过来拿。妈妈要去买那个拖鞋跟毛巾。哦，要买拖鞋跟毛巾。拖鞋跟毛巾，因为有些人没带。找个点啊。OK OK OK。那我们注入。所以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，这个名字叫做。好，马来人做的鱼丸的沙爹。张伯，我们每样都尝一下。串的，这个是叫不是？这是鱼肉的沙爹。鱼肉的沙爹，鱼肉沙爹。其实它里面有加了一些面粉。好了，我现在要试这个沙爹了。很小块的，也是不会跑的这个。不是啊，为什么？很小块呢。那我就不客气喽。谢谢。是还蛮好吃的，可是如果加点辣的话更好吃。那真的不错，这叫我忘记了沙爹，对，鱼肉沙爹，鱼肉沙爹，是哦。